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观心成正觉的事迹，经年传唱着，犹如一则千古公案，让人们参着，佛陀看到的究竟是哪一颗心？广大苍穹中的这颗心，是怎么样的汇聚了佛陀多劫以来的修行，又开展了历久不衰的度众悲心？为了一探佛陀当年所悟的刹那，络绎不绝于途的人潮来到印度菩提伽耶这一处佛陀成道的吉祥地。菩提树仍是伸长了手，用温暖将佛子的心灵圈绕着。在这一处透着湛然光明的静雅之地间，风吹动心形的叶片，一如远古捎来的信真，递送着佛陀悟时清明、凛凛决绝的那一念心。在树下，或走，或坐，当心静下来了，再抬头看那片有着星光、有着菩提叶的天空，在叶隙错落间，如星子般闪耀的光芒洒落满眼，一条与诸佛皆心的光明大道铺展而来。看着更广大的天际，才发现这一株根植于菩萨悲心的菩提树，枝叶是遍覆着三千大千世界的辽阔。原来我们从来不曾离开菩提树千千万万颗心的护念，而划破暗夜所要观望的那颗心，终将从无明俱灭的成寂心念中升起。这次我们从菩提伽耶出发，往回走过悉达多太子出生成长一路的足迹，和前行接续佛陀度众的步履。这是一处太子悉达多和觉者佛陀的转折处，一条烦恼与菩提不可切割的生命长流。蒙尘的叶片正等待一阵雨水的刷洗，在风中再展笑颜。在苦行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法句经里面也有，他说呢，失眠者夜长，疲累者路长，不知正法者苦惑轮回长。啊，失眠者的人啊，哎呀，晚上就很长，
疲劳累的人就觉得这个路怎么这么长，但是不知不了解佛法的人，那迷惑痛苦轮回那可长了啊。所以他就在追求这种离苦得乐，所以讲出了这句话，将时光的指针拨回佛陀成正觉后250年的菩提伽耶，虔诚守护佛陀教法的阿育王，在佛陀静坐的菩提树下安置了金刚座，且在金刚座前打造了巍峨的正觉塔。历经了硝烟弥漫的破坏，法音流转的盎然，菩提树、金刚座、正觉塔渐渐地在岁月间成了一道灿亮的弧线，将一段段环环相扣的历史细节串联成佛子们寻找佛陀的线索。正觉于天地，如实正苦见啊，这手一放在这个大地，是天神土地，哎呀，都做证明啊，这臣等正觉在这个天地之内啊，真实的证得一切痛苦的消灭。所以我想我们生命的目的，各位一定要先抓住啊，这些一切痛苦的消灭。你要消灭一切痛苦，一定要破我执，消灭贪嗔痴啊，这个就是触地降魔。真正的魔是什么魔啊？五蕴魔，对吧？哎呀，我身材不错了，我头发好，哎，我皮肤美哦，啊，这个都是魔啊。你还有一个执着啊，就不了解这些五蕴呢，都是苦的啊。再来，掌心向内，就是说右手触地的，来，各位坐一下来，右手触地，对不对？左手放到这样，对不对？然后右手触地，掌心向内，掌心向内啊。等一下我们那边打坐，看谁最像佛，我们要拍照。所以掌心向内的时候呢，就代表什么呢？念下来，自觉以自律，自觉以自律，自周以自一，自周以自律。佛告诉我们啊，虽然十方世界这么多佛成佛，但是每一个佛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自己的努力，所以叫自觉以自律，要自我觉悟，要自我约束自己啊，要控制自己。就像法王伽马巴讲了，从今天开始恶少做，善多做啊，千万不要做北京狗啊，要做真正的狮子啊。所谓北京狗，就是又要修行又要玩啊，又要放逸，就是这样。自周自以自一，就是以三宝做我们的依靠，以法为周，周就是岛的安全岛的意思啊。自周自一子，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叫自归一，这是掌心向内。所以这三句话啊，这几天我把它抄一抄 copy 给各位，好不好啊？那各位就没事就做好，就是这个姿势拿出来，然后就背这三句话，背了以后就开始思维，思维以后就保持正念。深邃的历史长廊中，反反复复的土石掩盖与开凿，黑暗与光明的轮转，打磨出菩提伽耶如镜一般的亮面。它静静地在世界的一角反射着娑婆的样貌。就在这个小城镇中，各式的人生纷呈上演着。
觉塔下的金刚座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处，衔接未来诸佛都将在此处成正觉，四周巧妙地融合了各种的文字音声。来自各地不同文化的人群，各教派的传承书意，在这里都成了无争的寂静，一处十方诸佛的道场，这样的和谐无碍，需要的是亲身体会。这是释迦牟尼佛刚刚讲了，踏着尊贵的步伐，走遍三千大千世界，排除众生的三恶道苦，去除众生的磨难，一个雄狮自在大丈夫的威势，这样在绕着世界啊，愿佛法普及在这个世界。菩提树柔软的枝叶，金刚座的坚毅不动摇，正觉塔的无畏昂然，身在菩提道场，仿若处于佛陀坚毅又柔软的心中一样。在慈悲的包容里，佛子们领受很久以来加持的力量，以各种形式一遍遍地对峙累世以来积极的习气。在树梢重重绿影间，古迹的平台上，许多小动物也在这里一同分享祥和的氛围。菩提伽耶的夜晚，地面上的灯火远胜于天空寥寥的星光，星光仍然闪烁着辉亮，只是如妄念般多的尘埃遮蔽了光芒。2500年前的佛陀拨开了层层云雾，终于照见了始终闪耀的星光。正觉塔屹立在天地间，象征着觉者心法的传承。尽管塔身或塔周围的景观或曾崩溃或已延逝，不能改变的是佛陀在此天地间透彻万物生灭因缘的那一念心，那是如实的珍宝。在暗夜的苍穹下，正觉塔兀自散发着光芒，光影里隐然浮现的是佛陀慈颜面目，在天地间安然趺坐的身影。佛陀游化人间的脚步轻缓地从印度恒河两岸起步，却走进漫漫的时空，留下如雷声般的回响，在一个个寻觅身心清安的心灵中。竹林精舍是佛陀成道后弘化度众部旅中的第一座精舍，原名为迦兰陀竹园，是由迦兰陀长者供养佛陀及僧团安居用。
而是否前进的频婆娑罗王更在竹林中起建精舍，让这处佛陀弘法及千余位僧众安居的场所规模日渐完善。这个竹林精舍大家在这边有大施主供养，然后呢听法的根基也成熟，这个频毗娑罗王是最早就是请佛陀向他请法的，佛陀还没有成道他就向他请法的，甚至说哎呀我跟你这么谈得来，你来来来来做我好兄弟，我分你一半江山但是悉达多太子当时不要，说我坚持要修道，所以频毗娑罗王就跟他约定好，那你要修道的话，你一旦开悟了之后你首先要来教我，所以就这样约定好，这样一个师徒的关系啊早就定合同定好的，然后奉献这样一片地方，说了我们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汉传佛教里面一个开智的楞严，楞严经就是在这里讲。走进竹林精舍，一大片疏密相间的竹林掩映，狭长的竹叶在风中翻飞成深深浅浅绿色的波涛，闪闪烁烁的光影点缀在枝头，树梢留意着亮泽的光彩。就在这片静谧的竹林间，佛陀踩着和缓步履的身影曾穿梭而过，而这样错落的光影也曾淡淡地洒在佛陀静默精神时祥和的面容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发什么愿呢？第一个愿就是愿生生世世不杀生第二个愿呢就愿生生世世呢能够慢慢地降低欲望，我们佛教呢要把欲望转为服务，把满足转为感恩，把感恩转为报恩，然后一直到菩提心这种转化，所以一直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种下永脱离三恶道的因，而且断除欲望的因，然后呢断除杀业的因，都是在竹林精舍里面所种下那各位呢来到圣地，各位圣地就是能够的地方，消除无量业障，而且心愿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佛陀在涅槃前阿含经呢一定要我们佛弟子朝圣，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有很大的信心来到佛陀的历史上的第一个僧团成立地方竹林精舍。踩着竹林间细细碎碎的光影而行，更多的树影叠翠围绕着前方的迦兰陀水池，浓绿的湖水倒映着岸边花草林木缤纷的色彩，像是一面镜子般反射着地面上的一景一物，伸出手却举不起一丝一毫，当下水中色泽鲜丽的幻影。心中的法喜来自无名的波罗，印度是佛陀示现的故乡，也是佛子们心灵溯源的原乡。
在这里，我们走着佛陀一生的足迹，在变迁的场景中看岁月的第一，体验佛陀心念的转折，采撷觉者生命的光彩。一座座屹立多年的城池，一方颓圮的说法台，一株从砖瓦间探出头来的菩提新芽，都含藏着足以启迪生命的故事。大利耶塔，大利耶塔，唵嘛呢叭呢，唵嘛呢叭呢，玛哈牟尼，玛哈牟尼，梭哈，梭哈，大利耶塔，大利耶塔，唵嘛呢叭呢，唵嘛呢叭呢，玛哈牟尼，玛哈牟尼。说哈，哎呀，发菩提心咒，嗡菩提吉达，木德巴，达雅米，嗡菩提吉达，木德巴，达雅米，嗡菩提吉达，木德巴，达雅米，啊，升起一个不退的一个菩提心，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灵鹫山说法台高踞在山头，本该是崎岖难行的道路，由于频婆娑罗王所修筑的石阶而平稳许多。在山腰转弯处，阵阵清凉的风吹来，伴着我们一步步走向已在眼前的说法台。感念前行闻法的这一路，受用的恩泽如此多。这座佛陀曾对诸天人说法的平台，一般我们所见只是一方红砖砌成、面积不大的方形基座，但趁着远方辽阔的天空，看似只能容纳百人的说法台，近似无涯般的往远方延伸而去。释迦牟尼佛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功德就是他的余业的功德啊，所以说法台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教法能够告诉别人，但是要告诉别人，各位要有很大的慈悲做动机，还要有很圆满的智慧而产生善巧方便啊。所以佛陀在法华经里面的七个故事里面啊，用善巧方便度众生才是最大的慈悲，这叫全巧。所以各位应该来发愿，愿生生世世呢成为一个能够善巧方便、能够契机契理引导众生离苦得乐的一个说法的人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啊功德。所以大家来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愿我生生世世，愿我生生世世智慧无碍，智慧无碍，慈悲无碍，慈悲无碍，神通无碍，神通无碍，辩才无碍，辩才无碍，广度众生，广度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共成佛道。所以我们要做菩萨，要有四种无碍，要有智慧、慈悲、神通力，还要能够辩才无碍，那这样才可以广度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多读诵法华经。说法台前形似鹫鸟的岩石是灵鹫山名称的由来。佛陀法音仍然缭绕，但鹫鸟何时才能放下沉重如石般的负荷，向眼前无垠的天空振翅而飞？
佛陀在灵鹫山上讲述了《法华经》《楞严经》等等大乘经典，从方便到了义，无一不是因为了解众生根器而说。站在说法台旁，视线正可俯视山脚下的大地，而佛陀看到的是什么呢？小自草丛中的蝼蚁，到远远近近众生的快乐、怖畏、忧恼，乃至跨着阶梯走向说法台的身影，佛陀都看进眼里了吧。真实的站在灵鹫山上，感受清凉的空气如莲花般柔软芳香，看似坚硬的石块其实却平滑清凉。佛陀啊，灵山法言未散，而我们非但赶不上，还一路跌跌撞撞的身影，原来一直都是在您的心里。如果没有法音的流布，这一切殊胜且就铺展在眼前的遗址，在我们眼中也只是残瓦碎石。佛法有如佛陀生命的延续，在法音宣流中，僧舍、讲堂、说法台又辉煌了起来。各位呢，要常修禅定波罗蜜跟智慧波罗蜜啊，透过啊打坐啊、精行啊、思维啊，啊，来找到开发自信的光明。你有了自信的光明，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啊。蜡烛如果自己不点亮，还是点亮以后摇晃不定，就没有办法照清楚外界的现象。所以佛陀呢，就告诉我们，他是在树下敏修啊，这样子思考缘起法而开证。佛教史上著名的奇缘精舍，是由乐善好施的几孤独长者所供养。这一念心不仅仅为了佛陀，更利益了无尽的众生。几孤独长者原名须达多，因其一生扶弱济贫而被称为几孤独。在一次与佛陀因缘聚会的相遇后，闻法而得善法乐。为了让更多人得到生命的指引，他将所有的财富化作一块块的黄金铺满树林，向奇陀太子换得这块优美平整的园地，供佛陀说法和僧众安居。从此自奇缘精舍所流泻的法音，救度了最贫穷的心灵，拔济了最微脆的心性，在岁月迢递的拾荒长河中，永远点燃光明的火种。几孤独长者来找奇陀太子说：“哎呀，太子啊，你这一片花园这么美，这么美，不用。现在有一个圣者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希望引导到他这个国家来说法，我把想要把这个地方啊买下来，
买下来盖一个金色供养佛陀供养僧团好不好啊？太子坚持不卖，太子就说了，如果你能够把黄金铺在地上我就卖给你，铺满满，把几孤德长者回去以后把他全部的黄金，他总共有他家的黄金呢有54000000黄金啊，然后有1/3寄给人家，然后他剩下1.8亿就全部把它换成黄金开始在那边贴。那个时候七头太子在想说，哇，这个佛陀到底是什么人啊，还有我们几孤独长者这么用心。后来他知道佛陀的殊胜以后啊，他说这样好了，那土地我出，但是账面树是我的，树是我的，土地我卖给你了，树我来布施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奇树。然后后来几孤独长者在这边听说盖了72个大雄宝殿，3600个出家人的房间啊，还有73个，另外的讲法是66个修行的讲堂，然后的来奉献给佛陀。不但奉献给佛陀，他早中晚三餐都亲自拿饭菜乃至供养，包括他家，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去他家啊去参观，他家也成为出家人进驻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哎，大家来赞叹那伟大的几孤独长者。那为什么要取名叫奇树几孤独园呢？当金色盖好的时候，大家欢迎佛陀来，几孤独的就从这个地方一直到王舍城的沿路都做了最大的供养点香，沿路都做了施舍处，只要有贫穷人都布施，这样在欢迎佛陀。那个时候波斯尼国王还没有学佛，那个时候有一个贫穷人叫平和，这个平和就是和平倒过来平和，他接近了佛陀学佛以后他就很高兴，虽然他是乞丐，他学了佛以后他觉得他全世界他最富贵的。有一天他在路上捡了一个宝石，其他的贫穷，哎，那个宝石大家分，他说不行，我要把这个宝石啊布施给我们这个国家最贫穷的人。那些乞丐说，这个国家还有比我们这几个人更贫穷的？他说有啊，那个国王最贫穷了，他虽然有了国家的财产，但是他不懂得佛法，他最贫穷的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宝石一个乞丐的身份献给波斯尼国王。波斯尼国王说，你穷得要死干嘛献给我？他说，国王，我哪有你穷啊，我皈依三宝啊，你不懂佛法，所以你比我穷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佛陀的书告诉波斯尼国王。哎呀，波斯尼国王一听以后非常的法喜，也皈依了佛陀。皈依佛陀以后就规定这个国家不准有偷盗，所以社会城的好处就是不偷盗啊，不准有偷盗，大家要非常虔诚护持三宝。所以佛陀因为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结下安居25年啊，讲了无量的经典啊。所以各位今天也到奇缘精舍来，然后呢希望将来你要发愿，凡是佛陀在奇缘精舍所讲说的经法，我们都能够入心啊，入心以后用在我们的生活来利益众生。同样是砖瓦石块，有人搭起铜墙铁壁似的防线，重重阻隔了阳光的辉耀，而在奇缘周遭的一座座遗址，却让人穿透古今岁月的隔阂，擦亮一段段因为真心供养而灿亮的时光。485年二月的一个月圆夜里，当月色的银白光辉遍洒大地的时候，佛陀如常人一般衰老的80岁肉身轻轻地卧在树下，
像万物生生灭灭般自然地合上了双眼。为了众生风尘仆仆奔走的一双柔软足，像慈父为稚子磨底般，那一双慈悲爱护弟子的手，在岁月中化为尘土。奇妙的是，佛陀的生命却从此融化在佛子的生命里。佛陀的眼就是佛子的眼，带领着大家穿越六尘的泥沼，看自信的湛然。佛子的口就是佛陀的口，说着恒久不断的妙法，为众生慧命奔走的双足，也跟佛陀一样，踩出步步生莲的隽永篇章。在佛脚的地方啊，像佛顶礼啊，或是把你的念珠稍微放在佛脚的那个石头上啊，愿接受佛陀的附属啊，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去完成佛陀在这个世间的任务啊。所以身为佛子应做佛事啊，我们身为佛的弟子啊，就要来承担佛陀利益众生的这种大悲巨业。印度之行的最后一日清晨，我们来到居士那罗佛陀入灭的地方大涅槃寺和荼毗的地点。大涅槃寺白色的圆形建筑和荼毗处的红砖都被浓厚的尘雾层层包覆，像是我们生命中未散开的迷雾。半念无常，胜物放逸啊！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千万不要懒着在这个世间，当精进去啊！这个十个字呢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很努力的啊，来证得涅槃解脱，证得佛性，来利益众生啊！那各位到佛前来啊，做种种的供养。然后这个供养呢，各位应该知道供养的意思啊。灯除了有世俗的光明啊，眼睛亮的功德，要发愿开智慧啊，破无明，利益众生。花啊，代表呢我们要体悟无常，这个花是变化无常的。然后呢也当愿自己呢啊，常修忍辱，圆满慈悲心啊，来供养众生。即将离开时，阳光照破云层，浓雾终于渐渐散去。印度之行圆满后，菩提树心形的叶影始终盖着法喜的蹉印，时时刻刻飘送到生命里。或许只是一抹昔日的残照，一缕旭日的光芒，款款经过身边的微风。只要心中升起佛陀语音的刹那，就是和圣境连结的时刻。